你把备用糖带上干嘛？喝呀。你妈车推过来了。对对对。大家，我是老田。今天不是发那个肉丸子嘛，一直发到现在，已经6点钟了，饭还没有吃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去，到那个路口那里，不是要搞那个商业街嘛，很多卖吃的，我们就吃点东西去。前面是新开发出来的新小区，下面现在倒挺热闹的，这边都是老的店铺。现在这里全是跳广场舞的，这么多人，也有人摆摊了。你看这里以前都没人的，你看现在多热闹，全部是店铺两边。我儿子要吃鱼爽，我们去看看哪里有鱼吃。现在好多人吃完饭了，就顺着这个街边在这溜达溜达，消消食。这里有个刘福鸭，我们买几个鸭头吃吃吧。可以啊，你买几个，让他切成两半。这是素鱼。素鱼啊，看着都挺诱人的。19.9，两个半。转了一圈了，也没有看到吃鱼的地方。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这边看一下。我儿子要吃鱼。这么大一个两排商铺，一个吃鱼的地方都没有。这里有一个牛肉馆，牛肉粉丝汤。好嘞，等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我来这个牛杂粉丝汤套餐，26这个。牛杂粉丝。你点那个牛杂粉丝。对呀，鸡牛肉拌面。你干嘛去啊，姐姐？也奇了怪了，转了一圈没有吃鱼的地方。那边有两家那个酸菜鱼，以前吃过的，不好吃。本来想吃烤鱼或者是那个什么。就是纸包鱼，以前隔壁一个纸包鱼也被干关门了。天元今天吃不上鱼了。来吃牛肉粉丝汤。小朋友，你几岁了？哦，6岁了是吧？上中班。跟他妈妈长得很像的。天元，你刚刚点的是什么？牛肉面，对吧？对。牛肉拌面吗？拌面。你就叫那个叔叔给你加块牛排在里面给你吃。给你妈一人加一块，就是大骨头跟牛肋骨吗？对，一样的肉。这个我上次吃的套餐里面有一个好大的大骨头。对，就是大骨。这个是牛肉，牛杂粉丝里的。你光点了一个牛杂粉丝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闻着好香，感觉。这个我的怎么比它小一点的感觉？因为套餐里的。套餐的碗比那个单独点的要小一点。哦，套餐是小份的，是这样的。对。哦，他点的是大份的。哦，我是大份的。是大碗。大碗的一碗多少钱？15块。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大骨头。再来一个啊，是吧？我看看有没有肉啊，里面。有肉的，你看一下。肉不多的也是。还行吧。哦，一人来一个嘛，三个。再来一个，这个骨头看着还挺大的。天元，你跟他说要哪一块？你看牛肉烂没烂呢？这个牛肉。上次吃的时候好烂，吃过一次。对，有的时候很烂。烂的一夹就烂了。哇，这么大一块，你挑一个、啊，自己挑的是吧？他的特大。挑个最大的。牛肉拌面。这个牛骨汤熬出来的汤特别鲜，这么大一点。辣椒是吧？对。你说这应该是，我不吃这个辣椒，我怕辣。小朋友会吃辣，你看有点辣的。它是微微辣的，可以的。你要先尝一下。我还没他厉害呢，我一点辣都吃不了。对，这个不辣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胡椒粉。胡椒粉可以放肉上面，味道重一点。就是放在这个上面是吧？对，可以撒上面。稍微撒一点来给你们。对，你喜欢的。就是香一点。对，香。我今天可以聊点这个汤喝。这肉炖的好烂，烂了啊！还行的，都还可以。早上炖的饭、啊。我上次来吃，你老公一个人的，哎，肉好香，一个人的。哦，你看他在吃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对对，然后我也来吃了一份。他老是背着我偷偷的吃。偷偷吃。他每次吃，偷偷的吃。
怪不得钱没卖多少，东西不见了是吧？哈哈哈我女儿也爱吃，我女儿也爱吃，一个人能啃一个人。你要往里掰，这样子往里。我就这样。就是这样子用力，就是。我中间整。就往中间去。哦，对。这样子，对。没听到。它是中间往这个这样，中间这样掰，能给它掰开。它的一块大骨头16块钱，这样还可以。不用带手了，就这样拿不吃吧。哦呦，哇，好多骨髓。你可能对，你这有骨髓，可不知道可以帮你剪一下。嗯。要不然让帮他剪一下，他一个人吃不开，这么大一块，你直接拿起来啃吗？嗯，挺烂的，筷子一夹就夹起来了。骨头剪得开的哦，不是它顺着骨缝剪的，不是它是顺着那个筋剪的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能剪得动骨头呢？怎么可能剪得动？那小孩子饭量小的，一块骨头就吃饱了。小朋友，哎，我女儿一个骨头也能吃，也能吃饱。后面就饭再吃就吃不动了。对，后面就饭不能吃了。哎呀，好了啊。嗯，全分开了，这下好了。对，这天天直接拿着啃。可以自己啃了。这汤里啊，放一点这个千层很好。你要不要吃这个饼啊？嗯，我这一个骨头就快饱了。嗯。你把骨头啃掉，不要骨头吃不掉的呀。骨髓给我，这么粗啊，白白的这个，比你拽一点去吃吃。那我要戴这个手套这样撕着吃，好多肉上面。你可以把它撕下来，放在这个碗里。撕完了之后，骨头都空掉了。可以帮你撕一下吧，嗯，把这个你看肉给你撕扔在这里，直接抓着撕就行了。这个肥的好吃，你看你吃掉。哇，不吃肥的，不吃肥的你给我吃的，就是肥的好吃上的。这个肥的就是筋的，不是肥的。哎呀，这一大块肉撕出来吃多过瘾。吃不完，一块肉就把我吃饱了。88，吉利数字啊！好撑啊，今天吃撑了是吧？一块肉就把你吃饱了，88块钱三个人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